Hello，大家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宗伟老师。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做直播喽。你放那个。好，好，来，大家好，大家平安吉祥。好，有来线上朋友呢，先帮阿汤哥呢听听看呢今天的声音还有网络的状况呢可不可以哦？好，大家好。好，我先来听一下现在的直播的声音是不是可以的？好，等我一下哦，我们等同学们呢陆陆续续上线。好，可以吗？我的声音。哦，有，好了，我听到声音了。好，等我一下哦。好，我先分享一下。好，哎，大家好，好，因为呢今天呢阿汤哥呢哈比较提前直播，因为呢下午啊哈还有晚上呢都有工作哦，所以呢借由今天中午的空档呢哈，赶快来跟大家呢报告一下农历8月份呢哈，12生肖的月运势哦。好，那我们在前几天呢已经分享过5个生肖，对不对？好，那每一个月呢，阿汤哥呢都会就是把比较需要注意的生肖呢，先把它给跟大家报告哈。那我们上次呢已经分享过生肖属兔的，好，我看一下，好，因为我自己也忘了我到底分享哪几个哈，要看一下我之前的回放。好，因为呢，我们等同学们陆续上线，陆陆续续上线的时候，阿汤哥就待会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好，总而言之，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剩下7个生肖，就是生肖属老鼠、属牛、属虎，还有属龙、属蛇、属马、属猴的朋友。好，如果你是这几个生肖的朋友，好，那大家呢可以先分享，或者是呢，你可以分享这几个生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一起来上线呢，听听看自己的农历的8月份的生肖运程是如何喽。好，那因为现在中午时间哦，那待会呢，大家可能正在现在可能在吃饭，然后待会有午休，好，那我们就趁这个午休的时间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生肖运程哦。那汤哥呢，今天也会长话短说，好不好？好，那今天一样哈，有在线上的朋友呢，帮我留言你的国家、你的生肖，好，就你的居住地跟你生肖属性，让我知道一下。那今天一样哦，哈，小刘姐呢非常的大气，哈，多大气呢？哦，就是上次呢我们有抽这个元宝嘛，哈，然后大家很喜欢。那这一次的话呢，小刘姐哈就是真的拼命的，她说呢再送大家3颗，好不好？给公开分享的朋友一起来接财气发大财，好，大家一起来接财气发大财喽。好，那这个呢，今天是公开分享，一样会送出3个哦，琥珀的元宝灯，非常的漂亮哦。然后摆到家里的财位啊，或是你的办公桌哦，甚至你房间里面的财位或更衣间呢，都有很好的财运加分的效果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公开分享，今天会免费抽出3个，好不好？大家发财哈，帮自己呢点一个财神灯哈，因为上面呢有一个财神种子字的一个这个图案，有看到吗？哦，财神种子是，哦，反正呢非常的精美了哈。那因为那一天，琥珀之夜呢直播之后呢，这一个一出去全部都没了，然后还接了很多的预购哦。那因为小刘姐说没关系，如果之后预购呢，它有多 order 的量哦，但是就是最后一批的量，那下一次琥珀之夜呢，哦，有机会再跟大家推出，如果有的话，哦，如果有，哦，不能确定哦。好。来，今天公开分享呢，抽出3个。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报告呢，农历8月份的这个生肖的月运势的时候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呢，我们每一个月的生肖的月运势呢，都是要依照呢哈24节气的节气的交接点，才是算转换新的月份。哦，当然，如果我们以这个农历的日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早就已经到了8月份，对不对？但是如果要以12地支去转换，哦，这个真正进入农历8月份的话呢，是其实是在国历的9月7号白露节气过后之后，9月7号到10月7号这个时间点，就是完完整整的，哦，命理当中的农历的8月份。但是呢，因为这个交接运的时候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肖运程的直播通常会提前。那提前呢，当然就是这个节气的交接的前，
其实很多的人，大部分都会感受到这个节点的变化，好，或是运气的转变。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在每一个月的农历的生肖月运程直播的大概前一周，好，阿汤哥呢就会跟大家呢来报告一下哦。好，所以呢，现在阿汤哥所讲这个生肖的月运程呢，我相信如果你有感受到一些运势上的变化，那大家呢也可以留言跟阿汤哥呢，还有以及很多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哦。好，那如果觉得准的朋友呢，也要留言准准准了哈。但我还没有讲哈，不用留言哈。好，来，我们等同学们哈，陆陆续续上线哦。那今天呢，我们会依序哈，那会把7个生肖的部分讲完。好，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哦。今天会讲的是生肖老鼠、牛、虎，还有龙、蛇、马、猴的朋友，好，这7个生肖。好，那这7个生肖朋友在线上吗？有在线上朋友呢，赶快公开分享。好，那我们待会呢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再跟大家宣传一下哦，因为我今天的工作，等一下直播完之后呢，下午到晚上呢，尤其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应该说跟喜欢琥珀的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哈，好，那一天前两天的琥珀之夜的直播哈，如果有得票朋友呢哈，要记得今天是结账礼的最后一天哦哈，不要忘记了。然后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喜欢琥珀的朋友呢，尤其喜欢翁珀的朋友哈，其实这一点哈，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是利用哥哈，真的很不应该，因为呢，我前几天呢哈，接到了今天晚上大约9:50的通告的通知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晚上利用哥偷藏了、私藏了不能说偷藏，私藏了很限量、很限量的琥珀翁珀就是这个是之前有个网友送我的违停就是这个翁珀的108颗的念珠那会在今天晚上9:50呢，在 Momo 跟大家限量利用哥会限量的提供给 Momo 这个平台所以大家没关系，晚上我会再开直播提醒大家那想要抢的、想要收藏的，真的不要错过，因为已经没有量了，真的没有了所以那天直播完之后呢，利用哥说：“老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是也是不好的消息。”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跟我说。今天呢有一个通告就我的今天今天的话是几号呢？就是8月30号，这一天你看直播的这天8月30号，他说今天会有少量极少量的翁珀108颗，的这个念珠呢会在 Momo 呢就是给 Momo 一些量，所以大家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把握。那我会在晚上的时候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大约晚上9:50左右啦好。OK，这就是跟大家呢偷偷的先透露一下喜欢琥珀，尤其翁珀的朋友真的很难得你看这108真的很美。好，那也谢谢之前伟霆送我这一串，然后之前还有佑星也送了我一串这个金珀。好，感恩你们，感恩真的，也希望大家不要破费送我东西因为我觉得大家生活就不管你过得舒服还是辛苦，我觉得都不要破费因为我觉得，当然如果你真的量不需要这样送我了因为我觉得收了也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你送了我还是会很珍惜的把它带上去。好，感恩大家，感恩大家。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农历8月份呢12生肖当中呢，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就是生肖属老鼠的朋友。好，有没有属老鼠的朋友呢在线上好，那属老鼠的朋友呢要进入这个农历的8月份当中呢，要特别恭喜有一颗星叫做福德星、天德星、天喜星来入座那其实如果你常看阿汤哥的直播的朋友都知道说，其实呢，如果你在这个月份当中遇到了这几个星座入到你的生肖的宫位的时候呢，那表示说这个月呢，你更是要多去勤修福德、广修布施，懂得去结善缘因为呢，属老鼠的朋友在这个月当中，虽然有感觉福星高照，然后一切呢都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其实福德星呢也代表是一个业力现前的一个星我们之前讲过，倘若呢你平常都很广结善缘的朋友，那我相信属老鼠的朋友在农历8月份呢假设你之前遇到了一些可能犯小人的问题呀、啊。
破财的问题啊，事业上卡卡的问题啊，那你如果平常都真的哦，把自己的正念抵住，然后呢，自己呢，哈，也正能量爆棚的情况下呢，那我相信你农历的八月份，哦，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它都是可以在这个八月份当中，可以帮你逢凶化吉的。所以，属老鼠的朋友呢，这个月哈，可以当然多加的把握一下。那如果你平常哦，就是比较小气一点，哦啊，也不愿意分享的哈，那这个月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呢，都在眼囧当中，哦，可能会更加深这个困难程度哦。所以这个福德星呢，有时候它是比较极端的，但总而言之，它还算是好的一颗星。所以如果属老鼠的朋友，你感觉到农历的八月份，有一点觉得卡卡的情况下，好，那我觉得这就是提醒你，你更要在这个时候，好，或者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更要去懂得广结善缘，哈，因为你更懂得去广结善缘的时候呢，你不仅逢凶化吉，哦，也提醒着你呢，要更懂得去跟别人分享，哦，多布施。所以呢，福德星哦，基本上都算是还蛮不错的一颗星了，哈。好，那属老鼠的朋友呢，这个月呢，哈，有喜无灾，什么意思？例如说，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月呢，可能签了新车，买了新车，甚至有人要交屋。买房哈等等的哈都是很好的事情，只要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令你开心的事情，好，哪怕是小确幸、大确幸呢，都值得开心的事情都是好事，好，哪怕你是听到别人对你的一句话的赞美哈，只要令你很喜悦的事情呢，哦，就要转运了，好不好？因为呢，这个氛围喜乐的氛围呢，会带动你好的运气的磁场哦。好，那当然呢，有一部分属老鼠的朋友呢，哈，可能求婚呐、怀孕呐、生小孩成功啊，哈，如果你有这方面人生的喜讯的话呢，那阿汤哥要恭喜你哈，因为呢，在这个时间点，哦，遇到这个人生哦幸福洋溢开心的事情呢，哈，都值得被祝福，哦，而且呢，在运气上呢，哈，也都会很明显的有加分加成的效果，好，所以我们特别恭喜生肖属老鼠的朋友。好，那因为呢，基本上都有很多的吉星入座，哈，原则上都是可以，逢凶化吉，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当然里面呢，有一颗星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卷舌这颗星哦。卷舌这颗星呢，告诉属老鼠的朋友呢，真的。不要太多嘴，好，例如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讲，好，或是正在进行的事情，好，或是你预期即将有一些好事情发生的事情，那你也不要讲哈，因为呢，这个卷舌星呢，你一讲，那可能就会有别人，好，这种很碎嘴啊，或说你坏话的人呢，破坏你的好事情，所以属老鼠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喽，好。那这是阿汤哥呢给属老鼠的朋友呢的一些建议哦。好，那属老鼠的朋友呢，这个月要如何为自己呢转运、开运成功呢？啊，是的，属老鼠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当中呢，可以多带一些五行属金的饰品，好，例如说黄金、银饰品、白水晶，只要跟五行属金有关的都 OK 哦。那例如说金色的琥珀，金珀。也是很有加分的效果哦。好，那这个月呢，属老鼠的朋友哦，当然可以多去呢，一样哦，祈求这个观世音菩萨慈悲的愿力哈，让自己在这个月呢哈，可以更加的摆除不好的违缘障碍，然后让好的运气、好的缘分呢赶快进来。好，总而言之，属老鼠的朋友要记得，农历八月份是你广结善缘。最重要的一个月份哦，有时候呢，我们广结善缘呢，但是要落实生活当中。不过这个月好好的去做，我相信你接下来的几个月或接下来的日子呢，你会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回报哦。好，那我们恭喜属老鼠的朋友。好，那一样哦，今天公开分享的朋友哈，会送出三个发财喽哈，琥珀。招财元宝灯哈，然后这个里面有个财神种子字，好，也代表是一个财神灯。好，今天公开分享呢，会抽出三个来跟大家呢结缘。好，然后另外呢再宣传一下，今天呢，8月30号晚上大概10点50分呢，利用哥，好不好？在这个 MOMO 哈，有少量，真的很少量的这个108克的翁珀，好不好？我带了这个，有没有很漂亮？翁珀的。
念珠哈，那会在默默跟大家推荐哈，那我会晚上再跟大家做直播宣传。好，那有没有生肖属牛的朋友在线上的？好，属牛的朋友呢？是的，属牛的朋友呢，在农历的8月份当中哦，有一颗星呢叫做八座星哦，还有一颗星叫将星。好，其实呢，这2颗星呢，代表就是说呢，会帮助你在工作上有更多的新的方向，或是有新的计划的推展，哦，甚至于说你会有一些好的工作的目标即将出现哦。好，那不管你是转换跑道，或者是呢，你是在你自己本身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好，那原则上呢，好，你的努力跟你的转换呢，都会有好的缘分，好，来帮助你。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月属牛的朋友呢，在工作上哈，应该要更加把劲，更趁着这种好的气势呢，一鼓作气呢，达到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哦。好，这是属牛的朋友。那另外呢，这个月当中哈，有一颗星叫天解星哈。那天解这颗星呢，代表就是说，一样，你遇到了一些难关的事情呢，真的哈，会有如神助呢，在无形当中哈，就会有一些像菩萨啊、龙天护法，帮助你呢，化解一些危机哦。所以呢，属牛的朋友呢，这个月哦，可以说是天选之人哦。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哈，你会觉得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哦，等着你。但是我觉得呢，机会呢，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所以，当你听到这些好的讯息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忘记了哈，平常呢，除了多累积你的实力之外呢，我蛮建议属牛的朋友呢，在农历的8月份呢，哈，其实可以多去学习。哦，不管你今天在工作上有没有需要这一项专业技能，其实这一个月当中蛮适合去开启一些斜杠人生的专业哦。所以当你去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诶，真的在可能未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时刻，那这个学习呢就会用上了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月反正属牛的朋友，不管在学业方面、事业方面，甚至于你要考试方面呢，真的多加把劲哈。那原则上，哦，这个功名运呢是很好的。那如果你的努力，哦，然后配合这个运气呢，相信你会功成名就、心想事成。这是属牛的朋友哦。好，那但比较值得注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月呢，哈，因为有逢到了一个白虎星跟血刃星来入座哈，所以有一部分属牛的朋友呢，哈，骑车、开车、走路，哦，你都要特别的注意哈，不要因为太专注于某些事情而忘记呢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在工作上啊，或者是你在生活上呢注意安全这件事情哦。所以白虎跟血刃这颗星呢，就象征是一个交通、哦、血光、哦、等等的一个问题，哦，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当然有一部分属牛的朋友呢，哈，逢到这个白虎星呢，也比较会有这种血光之灾，哈、哦，例如说开刀。好，或者是逢刀见血，好，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你可能在用一些比较金属的、锋利的刀具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哦。好，这是特别提醒属牛的朋友。好，那属牛的朋友呢，在农历的8月份呢，如何为自己呢增添好运气哦？好，一样呢，可以多使用一些黄色系的、土色系的、五行属土的或咖啡色系的哈。然后，例如说黄水晶。好，那还有呢，像蜜蜡哦等等的，都非常的适合属牛的朋友。那这个月呢，诶，幸运的守护神呢，当然就是土地公啦，好不好？可以多拜土地公。好，如果当你觉得诶，事业想要更加发展哦，然后你的家运要更提升，那财运呢想要更要进的话呢，那属牛的朋友呢，这个月呢可以多去拜土地公哈。好，跟土地公呢，诶，诉求一下。你的心愿，好，或是你的委屈的地方，哈，请土地公做主，会有很好的缘分，让你有如神助哦。好，这是属牛的朋友，好，一样，今天公开分享的朋友呢，哈，会送出3个琥珀的元宝灯，好，这是小刘姐呢特别提供给大家的哈。好，那另外呢，有没有生肖属虎的朋友在线上的哈？
好，那属虎的朋友呢，在农历的8月份当中哦，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稍微喘口气了哦，因为属虎的朋友呢，在农历的7月份哦，有一部分的人呢，真的会遇到了可能车关啊，哦，驿马心动啊，然后可能家庭会让你比较累的事情，工作上呢，有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啊，等等的状态哦，对于属虎的朋友呢，可以说农历7月份是比较劳碌的，那农历8月份呢，哈。终于呢，可以稍微喘息一下，好，就如同啊，汤哥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农历7月份呢，整个在2022年当中哈，算是比较多动荡，好不安，好，甚至于有一些血光，好情绪等等的状态，好会比较容易发生在这个农历的7月份。那8月份呢，哎，真的哈，进入8月份之后呢，我觉得大环境也好，甚至于你个人的运气也好。开始呢，哈会稍微喘口气了哈，所以我觉得属虎的朋友呢，不妨呢趁农历的8月份呢，哈多多的去观察一下哦，自己呢哪方面要在好的时间点当中去断舍离，哦，然后在对的时间点当中呢，哈要让自己呢，哈去持盈保泰，就是不要过，就是说在不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时间点之下，不要太过度的，就是说。有贪念，或者是我要加码投资，好、哦，这种的都一定要避免。对于属虎的朋友来讲，农历的8月份，你可以喘口气，你可能有这个机会呢，好、哦，把握到好的机缘解决，把握到好的机会，还有缘分，哦，解决你现在可能所遇到的一些难关跟障碍。好、哦，所以我们在对的时间点呢，当然我们一定要把握做到对的事情哦。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开启呢，就是转运的好的机会。好，那是属虎的朋友呢，农历的8月份当中哈、哦，当然有一颗紫微星、龙德星来入座哈、哦。这个呢，就是上天好、哦，或者是这个月的运势当中，给你一个能够转运的很好的时间点哈、哦。但呢，有一颗星藏在里面，叫抱拜星哈、哦。意思就是说呢，假设你已经处理好了一些问题，哦，你处理好了，那抱拜星就是告诉你，不可以骄傲，也不要张扬，你就让这件好事情，或是这件事情解决了，就默默的让它过哦。不要很多人可能啊，解决了某些问题之后呢，就开始高调啊，哦，然后呢，请客啊。然后就是要宣告大家，就是什么样的好事情发生，不可以的哦哈，因为抱拜这颗星呢，就会因为你的骄傲，会因为你的自大，哦，而产生了一些很不好的缘分，哦，可能会让你一夕之间呢，哦，回归零，哦，甚至于负数的状态哦，所以属虎的朋友呢，总而言之哈，尤其做事业的朋友，这个月呢哈，如果你有遇到一些可能比较多的。做生意的机会，那你就不要以为你都从此之后都有这么多的订单，这么多的生意找上门，哦，不对的，哦，因为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而已。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要趁这个昙花一现的这种状态呢，去解决什么你遇到的问题，然后呢，得到了要懂得守住，哦，才会让你呢保本，哦，持盈保泰。所以呢，属虎的朋友哦，这是阿汤哥要特别。分享你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另外呢，也比较值得注意的话呢，其实大部分都还不错，但有一颗星叫六害星，六害这颗星呢，也代表的就是一个猪队友。好、哦，所以属虎的朋友，这个月当中，任何有关生活也好，工作也好，任何的事情呢，你还是哈、哦，不要太放心，不要太放心的去交给别人，帮你处理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都是要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如果呢，你在这个时候觉得说啊，因为偷懒啊，然后觉得啊，这个人平常呢帮我做什么事情呢都很稳的啦，好、哦，反正你就照原本的生活习惯或模式去运作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有问题。好、哦，所以这个时候呢，遇到猪队友啊、哦，万一猪队这个队友的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影响你的事业跟财运哦。还有家庭上呢，哈，可能也会有一些是非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属虎的朋友。好，那属虎的朋友呢，这个月哈，阿汤哥呢会建议你呢，哈，可以多穿戴一些蓝色系、黑色系的饰品，
哦，但衣服也可以哈、哦。那衣服的话呢，但就不要乌漆嘛黑，全身黑哦。尤其如果当你觉得运气没有很好的情况下，那你可以改成用蓝色、宝蓝色、水蓝色，哦，比较亮色系的蓝，哦，会比较好。好，那这个月呢，哈、哦，遇水则发，所以呢，你可以多去，例如说，有水边，好、哦、去看看，好、哦、海边看看，好、哦、走一走哈、哦。但是呢，没有叫你一定要去玩水了哈、哦，因为还是要注意安全哦。你可以到有水的一个区域或池塘，例如说去游泳，然后去泡温泉，好、哦、也都可以帮助你呢增加水的能量，就会有好的缘分，好、哦、好的运气。那当然，你可以带一些黑色的饰品，然后例如说黑曜石，好、哦，或是今天晚上呢，10:50左右会在某某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翁珀，好、哦，你也可以把它带到身上，好、哦，总而言之，黑色呢，好、哦，也是招财，也是可以排除一些负面磁场能量最好的宝石，好、哦，所以属虎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月当中呢，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穿戴，让自己增添好运哦。好，那另外呢，也可以多去祈求哈、哦、药师佛，哦，要药师佛呢，哈、哦，就是整个的本尊呢都是蓝色的琉璃光哈、哦，那这个药师佛呢，好、哦、去祈求，也可以让属虎的朋友呢，对接下来下半年呢，哈、哦，当然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的运气哦，所以在这个月呢，多多的去祈求一下药师佛。好，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10月2号呢，哈、哦，由上师娑婆仁波切所带领的商业师佛法学会呢，会在高雄呢举办好、哦、一个小型的药师佛的哦法会，那时间呢，我会再跟大家哦，地点我再跟大家报告。好，就先透露一下哈、哦，但不仅是属虎的朋友，你更要参加；但12生肖的朋友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发心参加哦。好，这是属虎的朋友。那接下来哈、哦，我们看一下属龙的朋友有没有在线上的。9月的猴。运气好不好？好、哦，你说你是出生在9月的猴是吗？好，属猴还没有讲到哈、哦，等等等等哈、哦。好，那属虎的朋友有清楚了吗？好，一样哈、哦，今天公开分享，会送出3个琥珀的元宝灯，好、哦、给大家公开分享哦。好，那有没有属龙的朋友在线上的？好，属龙的朋友呢，在农历的8月份当中哈、哦。当然，我们先讲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月当中有颗小耗星，小耗星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一些属猴的朋友开始觉得真的哈、哦，人生很无常，哦，或许你可能看到某个新闻事件啊，或是你生活周遭遇到的问题啊，你开始觉得人生无常，哦，或是开始在这个月当中呢，会想要去慰劳自己。好，或是慰劳你的家人，好，慰劳你的朋友，所以呢，在这个月当中呢，小耗星呢就会发挥它的功效，就是花钱的事情特别多哈。那或者小耗星呢也告诉你，就除了花钱之外，哈，除了可能请客啊这种花费啊，哦，或者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之外，我觉得花钱请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都还算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最怕什么？小耗这颗星呢，就是一个老鼠屎，就是你的东西很容易不见，你的东西特别容易损坏哦。所以在这个月呢，可能一个恍神，一个忘记什么东西，可能你的手机、钱包就这样不见了。好、哦，那或者是你常常使用的3C 的用品、家电啊、哦、等等的，甚至车子哦，在这个月当中呢，可能都需要去进厂维修哦，或是有一些小状况，让你可能会有一些损财的问题哦。哦，这个当然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所以平常呢，还是要多懂得去做好你的开支哦，然后懂得节流，才能够去应付哈、哦、这个突发的要花钱的状况哦。好，那属龙的朋友呢，这个月当中，当然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月呢逢到了六合的月份哦。那六合当中呢，其实蛮有助于可能跟这个属老鼠的朋友一样哈、哦。如果你要结婚，好、哦，或者是有一些人生想要发展的喜事，然后例如说求婚啊、结婚啊、生小孩啊等等的，
这个月呢，哈，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月份哦。好，那我觉得这个月当中呢，六合这颗星呢，很适合怎么做呢？很适合让自己好的人生多一些的规划跟计划。哦，什么意思？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平常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这样的过，但是呢，在这个月份当中，如果你好好的去思考你未来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你的事业应该要如何的调整，好，或是你的钱财应该要如何的去做一些财务的规划，好，那属龙的朋友呢，这个月都会开启很不错的缘分哦。那甚至于去参考一些比较属于专家甚至学者，好，或是一些别人的一些经验法则去多学习的话呢，我相信这个月哈，你会在这无形当中得到你想得到的这个资讯的。好的方向，哦，就是如果有些想买房的朋友，诶，那这个月呢，当然逢到合的月份呢，都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哦，甚至卖房子，哦，也都会有还不错的机会哦。好，所以呢，属龙的朋友呢，刚好这颗星有一颗叫地劫星，地劫星呢也是很适合去把你家里的一些摆设调整一下，阳宅风水哦，或者是把家里的家具哦，或者是灯哦，可以稍微换一下。改变一下这个氛围哦，布置一下呢，也会带给你很好的心情哦。那也会让家运呢整体来提升。好，总而言之呢，属龙的朋友呢，这个月都还算不错，只是要注意呢金钱方面的掌控的问题。好，那另外呢，属龙的朋友，这个月当中，如果你想要结交新的朋友，有好的对象，那这个月呢，哈，真的。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哦，应该要更积极主动的去，追求你要的幸福。那这个月呢，真的也是好的缘分了哈。好，那这个月要如何为自己开运呢？哈，属龙的朋友呢，诶，这个月其实可以多穿一些红色系的衣服或饰品哦，来让自己呢，诶，增添一些比较这种亮色系。很亮眼、很动人的感觉，好，所以你可以带一些红色的饰品，例如说粉水晶。或者是红玛瑙，哦，甚至于是血珀，好，红色的饰品都可以帮助你这个月的开运哦。那这个月呢，哈，如果你要让自己呢，诶，更增添一些好的运气的话呢，哦，你可以多祈求哦，咕噜咕咧佛母，哦，如果想要感情发展更顺遂的话呢，可以去拜拜月老，好，祈求月老呢给你一些好的缘分哦，天赐良缘。好，这是属龙的朋友呢，是阿汤哥。特别跟你分享，好，这个月你可以怎么做才会更加的好运气？好，要如何注意？这样理解吗？好，那一样公开分享哈，今天会抽出3个琥珀元宝灯。那晚上19:50左右呢，阿汤哥会在 Momo 好跟大家呢，利用哥啦哈，会私藏的这个108颗的翁珀念珠，真的限量的，好，所以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会在晚上在直播。跟大家呢，预告好，那有没有生肖属蛇的朋友在线上的？好，来属蛇的朋友呢，哈，在农历的8月份当中，哈，先讲你要注意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个星叫五鬼星，五鬼这颗星呢，当然就要特别注意什么？小人的问题。哦，那小人的问题呢，就是提醒着你，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哈，只要你自己的正气足够，正念足够。小人也会是你的贵人哦，因为借由小人的一举一动，哦，一言一行，可以让你知道你自己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人遇到障碍啊，或遇到你不喜欢的人啊，你不要特别的害怕去躲开，根本不需要。有时候呢，你去正面的面对，好，我们人知道谁是小人，总比你不知道被暗地里捅你一刀来得好，好，所以当你知道谁是。比较对你不喜欢的，比较会害你的，当你知道这个对象，我的个性是这反而是好事哦，因为我比较喜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些事情哦。当然，属蛇的朋友呢，哈，五鬼这颗星呢，哈，会让你感觉到一些，好像你会很明显感受到一些不喜欢你的人，好，正在说你的是非，好，那我刚讲了。知道总比不知道好，你就当做是自我检讨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属蛇的朋友呢，这个月要更注意什么官服的问题哦？官服的问题就是，举凡这个月有签约、买卖，哦，甚至于你在答应别人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都要仔细的评估过再去做哦，不要很贸然的决定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签订什么样的条款，那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你呢误入歧途，好，然后呢也会一步错，步步错哈，所以有时候这种跟合约有关的都要很注意。好，那这个月呢，哈，要注意的是这些部分了哈。当然呢，这个月都还算不错哈，因为呢，逢到了这个三合的月份当中，就会呢，好，例如说在事业、感情或者是你的财运，好，每个人想求的，好，不同。那如果你是刚好这三个部分想要去达标的，想要去达成你想要的这种愿望的，那这个月份呢算是一个很好的月份，那你可以好好的去开创，去努力一下哈，因为呢这个三合星呢代表哦有三种好的天人地的运气都帮助你，哦，有人的运气，也有事业的运气，有财运的运气哦，所以是很不错的。好，那这个月呢，属蛇的朋友哈。也会有一点点的属于那种强势回归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月当中呢，你可以拿回一些主导权、主控权，哦，或者是说话权、话语权，哦。那总而言之，当你拿回到你原本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哦，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你都要记得，哦，就是一样低调谨慎，哦，去运用这个。好的缘分跟好的获得哦，好，所以总而言之呢，属蛇的朋友在农历的8月份呢，哈，算是蛮不错的。那一样哦，可以去在工作当中呢，多多的开创哦，让你事业上的好运呢，带动好的正财运哦，甚至于这个月呢，也会有一些偏财的小确幸哦。所以当你有得到一些财运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懂得行善布施哦，广结善缘，会让你的运气呢。更绵延不绝哦。好，这是属蛇的朋友。那这个月呢，要如何为自己呢？哎，开运成功呢？建议属蛇的朋友呢，可以多使用一些绿色系的饰品，好，哦，例如说像绿珀、绿色的琥珀，或者是绿色的水晶，例如说绿幽灵，好，哦，等等的，都可以帮助你呢增添好的运气哈，哦，或是什么翡翠啊、绿色的玉石啊都 OK。那另外呢，多穿一些绿色的。衣服也 OK 的哈，那这个月呢，可以多祈求绿度母，好，绿度母呢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眼泪的化现哦。那绿度母呢有息灾，好，然后有这个排除障碍，好，最强、最有效，然后呢最具慈悲威德力的度母，好，所以属蛇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祈求，这样理解吗？好，这是属。蛇的朋友，好，阿汤哥跟你分享的，好，有觉得准的朋友可以留言准准准了哈，好，那也可以公开分享了哈，给你其他生肖的朋友，就是有这几个生肖的朋友都可以分享给他们喽。好，那接下来呢，有没有生肖属马的朋友？好，那属马的朋友呢，哎，这个月当中呢哈，有一颗星是太阴星哦。太阴这一颗星呢，当然就是比较利女不利男，所以呢，这个月女生属马的朋友都还算不错，好、哦，可能工作上、生活上，哦，都会有还蛮不错的形象的加分，哦，还有一些评价还不错的事情，哦，总而言之，这个月属马的女性或男性的朋友呢，不管怎么样，尤其女性的运气当然会比男生更高一点点，哈、哦，那当然呢。建议这个月哈，你可以多去累积好你的口碑，然后你的这个名声，你会以名代利哦。那这个月呢，属马的朋友哈，就是有一颗星叫做红鸾星哦。红鸾这颗星呢，哦，当然有一部分的人会恋爱成功哦，或者是有交往的对象，或者是你开始整个心情会有那种很心花怒放的感觉呢，跟氛围会出现哦。好，总而言之，不管你有没有正式去谈一段感情，红鸾这颗星也代表就是开始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这个月呢，你可以去换换造型，哦，甚至于装扮自己，装点自己一下，哦，让自己的外在呢，
达到一种你很满意或很开心的这种氛围哦，也都会让你的外在形象还有运气呢得到加分的效果哦。好，那属马的朋友呢，这个月要特别注意就是勾角星跟冠锁星哦，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对象的属马的朋友哦，那这颗红鸾星呢，你就要告诉自己，你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上，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的贵人桃花。但你不可以呢，没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戒律的，好，或者是不坚守正道的方式去乱交朋友，胡搞瞎搞，好，那这个就会让你卷入一场好不好的桃花的是非纠纷当中。好，那另外呢，属马的朋友呢，哈，如果有对象的朋友，好，那也这个月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比较容易陷入到一些感情当中的一些烦恼。好，例如说为情所困，那这个情呢，当然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之外，有时候友情也是，好，可能跟你的闺蜜啊、好兄弟啊这一类的哈，那这种比较多的这种烦恼，好，会比较有，哦，可能会在乎啊谁跟谁在一起相处的公平不公平，好，等等的这些事件当中哦，那这个都是要靠自己的这种正念去消化它。好，那总而言之呢，属马的朋友，当然这个月有桃花星，有加分的效果，但是它的背后呢，就要注意，就是不要让自己呢陷入在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或是沟通当中的一些烦恼的事情里面。好，所以这是阿汤哥呢要特别提醒你的哦。好，那属马的朋友呢，这个月哦，如果家里有种一些植物盆栽的话呢，你就要记得要多多的去修剪或更新你的植物哦，因为这个月如果家中有一些比较有攀爬爬藤类的植物呢，你就要稍微去修剪一下哦。那尽可能家里呢把它打亮一点点，好，那你就会发现呢是非远离你，好，然后也会让你呢开启很多光明的前程、事业、好运，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这个月哈，反正呢，跟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朋友之间的沟通，都尽可能的要 hold 住自己的情绪，有好的情绪才会有好的健康，有好的情绪才会有好的人缘哈。不要让自己呢，就是钻牛角尖。好，人生无常啊，哈，不要这么无聊。哦，日子一天一天过，哦，那你的想法也要一天一天的进步，才会让你的运气好，更加的加分。好，那属马的朋友呢，这个月要如何为自己呢开运成功呢？哦，既然红鸾星来入座，那我们就要多加强一些红色、粉红色的能量的饰品，好，例如说粉水晶啊，红色的血珀啊，还有这个红玛瑙，跟刚刚这个属蛇的一样哦。好。然后呢，这个月哈，当然也可以去多祈求咕噜咕噜佛母哈。那咕噜咕噜佛母呢，就是这个怀爱，好，然后坐明佛母，它是怀爱的法门哦，代表什么呢？除了世间当中好比较小的，就是朋友之间、男女之间的感情好会顺遂之外呢，那怀爱的意思就是说，好，举凡贵人或是你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微缘障碍，好，都可以来祈求咕噜咕咧佛母哈，坐明佛母。好，那这个月当中，好，就提供给属马的朋友呢一些注意的事项跟开运的方法喽。好，那有没有属猴的朋友？好，我们今天呢最后一个生肖属猴的朋友。好，属猴的朋友呢，在农历的8月份呢，是的，女生属猴的就会比较辛苦，男生属猴的朋友呢，相对的就会在事业上啊、工作上呢，会比较有突出的表现。那女生属猴的朋友呢，会比较劳碌命一点点哦，就会觉得说这个月呢，好像很多的事情都责任都落在你的身上哦，都必须要你完成，或大家都要等着你去做，他才要做哦，你都可能有这种感受哦，跟感叹哦。那没有关系，能者多劳哦。我们有时候呢，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个转念。哦，然后也把它当做是一种学习的目标，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这么的哀怨跟哀叹哦。所以属猴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当中，是的，男生呢当然就要多加把劲哦，冲刺你的事业，然后呢多赚取你的工作上的财富哦，会让你心想事成。女生的话呢，一样保持努力呢，但是多忍耐，好不好？好，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呢，修一点耐心。
耐性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没有耐心，没有耐性呢，哦，你不耐，那别人就会对你的评价有所扣分，那别人对你的这种形象、既定印象会改观，哦，那这个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好，那这个月呢，有一颗像晦气星哦，也提醒属猴的朋友呢，要记得不要出入一些比较复杂，就是磁场不好的场所当中哦，那这个都会干扰你的运气，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尤其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进入出入商家哦，或者去医院探病啊，哦等等的，或去夜游啊，哦等等的哦，这个都要特别的小心。好，那这个月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属猴的朋友连续2个月呢，都要农历7月跟8月哈，应该3个月对不起，还有9月份都要注意这个车关的问题。所以属猴的朋友呢，这从7月份开始的3个月，农历7月开始3个月，都要注意自己的开车、行走哦这样的一个平安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不要求快。哦，你要告诉自己一句话，就是欲速则不达。好，如果你很急的要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你就会觉得，不仅做不好，反而呢越用越复杂哦。所以属猴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修耐心是很重要的。OK，哦，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呢，总会有一段期间呢，都有一种鬼挡墙的事情发生哦。那我觉得。没有关系，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不会只有你才遇到。哦，所以属猴的朋友呢，真的遇到每一次被阻挡的事情的时候，就当做是一个学习。或许哦，这件事情呢，当下不让你完成，其实它背后有一些好的意义在帮助你哦，也不一定。所以呢，我觉得就接受一切哦，就是事情的变化。因为属猴的朋友呢，这3个月当中，真的会一直感受到一些。可能不管工作啊、家庭啊，哈，一些就是变来变去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说真的很烦呐，哈，整天在面对一些无常，哈，那可能是人的无常，哦，生命的无常、健康的无常，哦，对于属猴的朋友，确实都会觉得比较烦一些些，哦，那这个月呢，建议你哈多去晒晒太阳，多接触一些阳光的能量，哦，那一样哦，家里的灯呢，尤其客厅的灯呢，把它打亮。好，有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前程，好，然后呢，保持你的面相，好，的光亮，哦，所以属猴的朋友可以去做做脸啦，哦，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呀，哈，也是挺不错的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在越烦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把自己呢整个外在用的就是很糟哦，或者是不修边幅哈，这个都不对的。反而我们人在感觉很烦，运气觉得有点卡住的时候呢，你更是要多去注意自己外在的一些细节。哦，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外在的一些细节去让自己，哦，提醒自己脚步放慢，然后呢，让自己呢越看越顺眼。那当你不修边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看自己都觉得很讨厌。你看自己都讨厌了，别人怎么会喜欢你？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属猴的朋友呢，阿汤哥给你加油，给你鼓励哈。我觉得只是一时之间而已哈，不要烦，有耐心，阿你五条盖吧。好，那这个元宝灯呢哈，公开分享，今天会抽出3个，阿汤哥会到明天请助理呢抽出来，好，给大家看一下。下面有开灯，那开灯是这样子。好，抽出3个。给大家，那属猴的朋友呢，这个月要怎么开运呢？哈，一样呢，多穿一些黄色系、咖啡色、土色系的衣服或饰品。那例如说黄色的水晶，还有蜜蜡，哦，这种的都可以有加分的效果。那一样哦，拜拜土地公呢，也是很好的哦，有如神助啦哈。那借由土地公的这个威德力，好不好？让你有如神助，加油哈，好。那觉得准的朋友呢，帮阿汤哥留言准准准哈，并且呢分享今天的直播出去喽。好，那今天的直播是8月30号，那晚上大概9点50分呢，阿汤哥会跟利翁哥在 MOMO 哦，因为利翁哥呢失常了，真的很
很过分哈，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惊喜啦哈，bonus 就是呢，在 Momo 呢会跟大家推荐的这个108克的这个翁珀的念珠哦，但我这个是有改良过的哈，因为我的手围的关系。好，那这个一样都是翁珀，那翁珀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排除一些很负面的磁场跟能量，而且感受跟磁场是很强的。那这个念珠呢，就算你没有念佛，你带着。它就是一个有保平安的作用哦。那108克呢，象征是一种圆满哦，心想事成的一个吉祥的数字。那今天哦，有缘结缘到的朋友，我会再跟大家做这个直播预告，其实是帮利用哥啦哈，不是帮他堂哥哈，所以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哈，能有这样的缘分哦，可以帮一个很好的品牌站台。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呢农历8月份的12生肖的月运势。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边喽。那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圆满、很心想事成的农历8月份。那记得哦，喜欢今天的直播哦，要帮阿汤哥呢按追踪、按赞以及分享。那以及呢，好，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阿汤哥的 YouTube 频道，好不好？那这个呢，都可以按订阅，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喽。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大家拜拜。